内蒙古去，我们跟小朋友玩比较不一样的。好，来，小伟，这个有什么好玩？不要玩。好，来，你先左右摇动一下，先确定他已经抓到你了。好，注意，注意，注意，球要掉下来了。来来来，接接，快快快快快！哎，很好很好，有得分了。来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它其实两颗球速度不大一样，可是你会发觉它其实支撑你的头，所以你的头动就可以了，身体不用动。对，不早说，你头还要位移。好好，那你赢了。为什么是位移？没有球